在这里吗？不是，我记得好像还在打一场，对不对？哦，邪魂金999了，这里吗？不是，这里，我没开冷气耶。哦，这里。你与我之间的仇深仇大怨，不知不解。小兄，我有一言，你听是不听？任凭你如何花言巧语，休想叫我不报杀妻之仇。你要杀我报仇，以今日之事，只怕未必能够。我方三人，敌你父子二人，请问是谁多占生面啊？当然是你多占生面，大丈夫寡不敌众，又有何惧？小氏父子英明盖世，生命怕过谁来？可是惧谁不惧？今日想要杀我却也甚难。跟你做一种买卖，我让你报仇之愿，但你父子却去答应我一件事。只要你父子答应这件事，便可上前杀我报仇，在下束手就擒，绝不抗拒。爹，我正别挂。慕容先生何出此言？小生当下有一口气在，绝不容身一直加于先生。大师高义，在下结交这样一位朋友，虽死何憾？小兄，在下有一事请教。当年我假传信息，质量巨祸。你本是卑鄙小人，为非作歹，幸灾乐祸，又何必有什么用意？小兄战意怒气，且听在下闭眼。小兄，你是契丹人，鸠摩之名王是吐蕃国人。他们中途五人都说你们是方邦夷狄，你那明明是丐帮帮主，才略武功，正朔当世，正在丐帮中国至今罕有的英雄豪杰。可是群丐一支，他是契丹异族，立刻翻脸不容情，非但不认他为帮主，而且人人欲杀，死而甘心。小兄，你说此事是否公道？宋辽世仇，两国相互攻伐征战，已逾百年余。边疆之上，宋人辽人相见即杀，自来如此。丐帮中人竟然知道我和契丹人，其人奉仇为主，此事是理屈之常，也没什么不公道。玄慈、方丈、万剑通等杀我七次下属，以枭雄之见，两国相争，攻占杀伐，只求破敌制胜，进城大功，是不是还需讲究什么仁义道德？兵不厌诈，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你说这些不相干的言语做啥？孩儿，咱们是哪一国人士？咱们慕容复是鲜卑族人，昔年大燕国威震河朔，打向锦绣江山，只可惜敌人凶险狠毒，颠覆我邦。爹给你取名用一个复字，那是何含义？爹是命孩儿时刻不忘列祖列宗的遗训，须当心腹大业，夺回江山。原来慕容先生的大业王孙，失敬失敬。亡国遗民，得保首领，已是不会信这种大幸。这是历代祖宗遗训，均以心腹为主。慕容不无能，江湖上奔波办事，始终一无所成。想要向我先辈慕容氏意图光复燕国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群雄逐鹿中原，有什么该与不该之言？赵王，枭雄之言大得我心。慕容氏若要心腹大业，须得有机可乘。想我慕容氏人丁担保，势力微弱，重建邦国当政，谈何容易？唯一的机缘便是天下大乱，四下征战不休。你捏造音讯，挑背是非，便是要使宋辽神哎，那怎么念？那这看不清楚。正是，倘若宋辽间战争复起，大业便能趁时而动。当年东晋有八王之乱，司马氏自相残杀。不错，他若宋朝具有外患，又是内乱，不但慕容先生复国有望，吐蕃国也能分一杯羹了。哼，你乃官居辽国南院大王，手握兵符，坐镇南京。他若挥军南下，进占南朝黄河以北土地，建立赫赫功业，则进而自立为王，退役长保副官。
那时顺手将中原群豪的监制卢塔蝼蚁洗得被丐帮撤除了那一个恶气。你想我会为你尽力，使你能浑身摸鱼，以遂心腹燕国的野心？不错，其实我慕容氏见一支利器兵发山东，为大辽护役，同时吐蕃西夏大理三国一时变形，长五国瓜分嘎中，亦非难事。我燕国不敢去大辽一处一处地，努得建国，单只取之于南朝，只是对大辽大大有益。枭雄何不答应？枭雄则需与在下倡议，便即意即取大夏性命为夫人报仇，大夏绝不抵抗。我此人这意倒也不假，你瞧如何？不行，丧母大仇岂可当作买卖交易？此仇能报便报，如不能报，则我父子毙命于此便明。这等肮脏之事，即是我萧氏父子所为。素闻萧峰萧大侠查略盖世事件非凡，殊不知今日一见，竟是个不明大义、屠城义气的人。萧峰是英雄豪杰也罢，是凡夫俗子也罢，总不能中你圈套，成为你手中的杀人之道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你是大辽国臣，却只记得父母私仇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如何对得起大辽？你可曾见到边关之上宋辽相互仇杀惨状？可曾见到宋人辽人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的情景？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，倘若刀兵再起，契丹铁骑进入南朝，你可知将多少宋人惨遭横死，多少辽人死于非命？兵凶战危，大宋兵多才士，只需一两名名将率兵奋战，大辽突发联手，未必便能取胜。咱们打一个血流成河、尸骨如山，却让你慕容氏来趁机心腹燕国。我对大宋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，而不是为了一己荣华富贵，应可杀人取地、建功立业。善哉善哉，萧局是灾星人祸，如此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当真是菩萨心肠。你是谁？你躲在这有多久了？我记不清了，不知是42年还是43年。而这位萧老居士最初晚上来看镜之时，我已来了10年。后来孟老居士来了，前几年天主则波罗星出来道经，你来我去，将格州经书翻得七八乱，也不知为了什么。怎么我从没见到过你？居士全副精神灌注武学典籍之上，心无旁骛，自然瞧不见老僧。这个居士连我来阁戒律的第一本是无相劫持谱，从那晚起居士便入了魔道。可惜可惜，你居士第二次来戒律的是一本波诺掌法，当时老僧暗暗叹息，直到居士入魔越陷越深，心中不忍，在居士灌肠取素之处放了一部法华经、一部杂阿含经，不料居士沉迷于武功，与正宗佛法却置之不理，将这两部经书撇在一旁，找到了一册伏魔掌法，却欢喜鼓舞而去，沉迷苦海，不知何日方能回头。慕容居士居然是鲜卑族人，但在江南侨居已有数代，老僧除了居士，必沾到南朝文采风流。岂知居士来到藏经阁中，将我祖师的为言法语、历代高僧的语录心得一概弃如敝履，得了一本莲花指法，便如获至宝。袭人买椟还拙，一笑千载。两位居士乃单世高人，却也坐次于行，一举于人都是有害无益。居士之心，比之萧居士何为贪多物德？萧居士所修习的只是如何治少林派现有武艺，慕容居士却将本师72绝技一一囊括盖去，叙述了副本，这才从藏经阁归还原书。显然这些年之中，居士尽心协力，令然年纪长轻，功力不足，无法研习少林72绝技。原来传之之于这位天竺高僧大罗明王，你错了，全然错了，次序颠倒。大难已在旦夕之间，什么次序颠倒？大难已在旦夕之间，大师之语不也太以为言所听了吗？
本派的武功传自达摩老祖，佛门子弟学武乃在强心健体，护法伏魔，修习任何武功之间总是心存慈悲仁善之意，倘若不以佛学为生，则练武之时必定伤及自身，功夫略练越深，自身受伤越重。如果所练的只不过是拳打脚踢、冰刃暗器、外门功夫那也罢，对自身危害甚微，只需身子强壮，既自抵御得住。但如果练本派上乘武功，例如莲花指、多罗叶指、波罗掌之类，每日不以慈悲佛法调和化解，则力去深入脏腑。大罗明王是我佛弟子，经验佛法当是无双，但如不存慈悲布施、不度众生之念，虽然典籍烟通妙变无碍，却终不能消解修习的上乘武功所的戾气。我少林寺剑煞千年，古往今来唯有达摩祖师一人身兼诸门绝技，此后更无一位高僧能诸通通诸般武功，却是何故？七十二绝技那是宝煞自己的事，外人如何得知？本是七十二绝技，每一项功夫都能伤人要害，取人性命，灵力狠辣，大失天和，所以每一项绝技均需有相应的慈悲佛法慧之化解。这道理本是真人道也无，并非人人皆知，只是一人练到四五项绝技之后在禅理上领悟。在我少林派叫做五学障，与别宗别派的直见障道理相同，学知佛法在求度世，武功在于杀生，两者背道而驰，相互牵制。只有佛法越高，慈悲之念越深，武功绝技才练得越强。但修为上到如此境界的高僧，本事之中自然也有人修佛法不足，却要自多学上乘武功的。但练将下去，不是走火入魔，便是内伤难愈。本是玄尘大师一身超凡俗的武学修为，先辈高僧均属为本师200年武功第一，但他的一夜之间筋满俱断，成了废人。本是七十二绝技均分为体用两道，体为内力，本体内为运用法门。小居士慕容居士、大罗明王、天竺波罗行师兄皆具上乘内功，来本寺所习，只不过七十二绝技中的运用法门虽有损害，却一丝不显。明王所练本来是小野派的小屋相公吧？小屋相公虽出于道家，但借助佛门弟子见习者多，演变之外，以及佛道两家之所长，即是贵子之中，始终也有人会小屋相公。老衲今日首次听闻，小无相公经纬略深，以此为根基，本世的七十二绝技倒也皆可运势，只不过细微曲折之处，不明有点似是而非罢了。小居士，你近来小腹上两门太乙两穴，可感到隐隐疼痛吗？神真明鉴，正是这般。你关元穴上的麻木不忍，近来却又如何？这麻木处思念，前至小指大一块，现下结果茶杯口大了。小老师是过去杀人甚多，破伤无辜，像乔三槐夫妇、玄虎大师，死是不该杀的。老夫自知受伤，大已过六旬，有子成人，纵然勤俭勤恪便是，亦复何憾？真正要老夫认错过，却是万万不能。老衲不敢要老师主放错悔过，只是老师主自伤，乃因少林派武功而起，欲觅化解之道，便需从佛法。慕容老师主视死如归，是不许老衲劳舌多言。但若老衲指点途径，令慕容老师主免了200钱，则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今日暂且别过，你们要找我父子报仇，我们在姑苏燕子屋昌河庄恭候大驾。爹，怎么走吧？你竟忍心如此让令尊受此傲骨奇痛的煎熬，你就想走？天下有这种便宜事？你父亲身上有病，大丈夫不屑趁人之危，且放他过去，你可没病没痛。那我便借萧兄的高招。阿弥陀佛，佛门三弟，两位施主不可妄动无名。在下蛮荒匹夫，超野之辈，不知以礼，冒犯神尊，恕罪则个。好说，老臣对萧施主好生相敬，大英雄本色，萧施主当之无愧。
家父犯下杀人罪孽，都系由在下身上引起，恳求圣僧治家父之仇，诸般罪责都上在在下领受，万死不辞。然后那已经说过，要化解萧老施主的内伤，需从佛法中寻求佛伤心身，佛即是觉，旁人只能指点，却不能代劳。我问萧老施主一句话，他若拥有至上的能耐，那慕容老施主的内伤，你肯不肯替他医治？我替慕容老匹夫治伤，慕容老匹夫杀我爱妻，毁我一生，我恨不得千刀万剐，将他斩成肉酱。一如不见慕容老施主死于非命，难消心头大恨。正是，老夫三十年来心头日思夜想，便只在这一桩血海深恨。那也容易。爹，爹，你这老贼秃！小老施主要亲眼见到慕容施主死于非命，以平积年仇恨，心想慕容老施主是死了。小老施主，这口气可平了吧？小老施主，你要去哪？这就请便。仇人都死光了，我的仇全没了，我却要上哪里去？回大辽吗？去干什么？到雁门关外去隐居？去干什么？带着风和浪迹天涯四海漂流吗？为什么？慕容老施主是我打死，也不能亲手报此大仇，是以心有余憾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就算你没打死他，我也不想打死他了。不错，这位慕容少侠伤痛父亲之事，却要找老衲和你报仇，却如何是好？大和尚是带我出手，慕容少侠为乎报仇？尽管来找我便是。风儿，他们的事都办完了，路已走到尽头。爹，你慕容少侠倘若打死了你，你儿子势必要杀慕容少侠为你报仇，如此冤冤相报，何时放了？不如天下罪业都由我承担吧。住手！爹，快走！好俊的功夫，降龙十八掌果然天下第一。爹，你干什么？爹，这位老僧真是狠人，武功竟有如此造诣，真令人作死。他们内伤太重，须得先令他们做归西之美，再图解救。原来这老僧是还在藏经阁上击杀恶人，只不过令他们暂时停闭气息，心脏不跳，但是一直重大内伤的一项法门，要将旁人一掌打得停止呼吸而不死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四手呼握，练习相应，以阴济阳，以阳化阴，王霸雄土，血海生恨，尽归尘土。你二人由生到死，由死到生，走了一遍，心中可有什么放不下？他若是才就是死了，还有什么心腹大宴报复妻仇的念头？弟子空在少林寺做了三十年的和尚，那全是假的，没有半点佛门弟子的慈情，恳此师父受禄。你的杀妻之仇不想报了？弟子生平杀人无虑百数，倘若被我所杀之人的眷属皆向我报复仇索命，你呢？宿命如尘土，故帝王亦如尘土，大应不复国是空，复国亦是空。哈哈哈！大彻大悟，善哉善哉！求师父收弟子，更加开导。你们想出家为僧，需求少林寺的大师们剃度，我有几句话不妨说给你们听听。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，心明是佛，是佛明心，离心非佛，离佛非心。
三哥小心！我那恶针。阿弥陀佛，冥王之一物，唯有废物方能大彻大悟。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，一切因果皆如梦幻。如但乐心自在，莫作观行，亦莫成心，莫去贪嗔，莫怀愁虑，大当无碍，任意纵横，不作诸善。我怎么在这？大哥，师弟，你醒了。我见那日被那个恶针，那个上帝中鸠摩智的火焰掌，不过幸好有那神针医治，亦无大碍。那可恶的恶反针，大哥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少林寺分老遗址，我和爹慕容波已皈依三宝，到少林寺出家。他们两人不但解脱寺院，而且成了师兄弟。我热心想求见父亲，但我父未见我，他托师中师父转达，他心得解脱，深感平安喜的，要我勿以为念。伯父一心向佛，心得解脱，亦是件可喜之事。至于丁春秋子，交给少林寺戒律殿看管。每年端午重演两届，少林寺曾给他服侍灵鹫宫的药丸，以解他生死符发出的苦楚。他生死悬念于人手，料来不敢为非作歹。哈哈，甚妙。那么二哥和三哥人呢？你三哥取了镇南王之命，到西夏去参加西夏公主的招亲，你二哥先陪三弟去了。招亲？可是三哥怎可那么王姑娘？听说慕容一行人也往西夏去了。哦，那肯定王姑娘也在其中，难怪三哥愿意往西夏去。大哥，你欲我何往？我回辽国也无啥事。那么大哥，咱们一同前往西夏，去替三哥助阵如何？我本就有此意。你们来的正好，一起走吧。OK。